国服貂蝉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今天真的是心情愉悦的一天，我匹配到了一个边路貂蝉。要知道貂蝉这种英雄拿起边路那飞坑极神的，结果杀，应该不能是挂机。生活总归还是要继续的，你看你看这个哪吒啊，技能都蹦到我塔里来了，真是逊了，你看我一个跳过还不直接把 Club is the best place to find the lovers at the bar is where I go。边路这种地方果然呢打野是插不上手的呀。这么长时间过去了，貂蝉也应该连上了。哎大哥，没赢过是不是没赢过啊？真当我家边路没人了是吧？貂都抓了，都他妈六级了，别挂了呀！我真有点吃不消了呀！亲哥呀，你可算来了！怎么了嘛？四打五要输了，对面五人要中推了，你说咋了吧？小问题，这分段还不跟大宝宝一样？啥？大宝宝？这自信的言语，这走路的步伐，这精准的位移。牛逼呀、啊！这牌不是稳了吗 ？Really nigga， 貂蝉，你是不是彪啊？那挂那么长时间不发育，直接就上啊？不需要发育，大宝宝，这回我要用手玩了。五分钟后，表妹，这个貂蝉有点东西啊，挂这么长时间都能发育起来啊，不如让他加入我们的拆迁大队，除了捡人头就是抢人头，你让他自己去对面，根本就谁都打不过。不必祈祷，哎呀，哎，不必奢望 ，An enemy has been slain， 无尽的舞蹈 ，Double pressure，Shut down。连三个人都打不过，怎么让他跟我们混呢？说的好像能打过一样。闭嘴，反正他不能一打五。他刚刚是不是一打五了？好像是呀。表哥，你的新队员好像有着落了。没毛病啊，他好像要去拆水晶了呀。我走，快快快快快快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不能让他跑了。修炼之路，可恶，想我天煞门一世英名居然毁在了一个小鱼身上。老大没事，你伤害刮痧的事情除了我们哥俩没别人知道。那还好，这事要是传出去，我们以后还怎么在峡谷立威？你们聊，我啥也没听见。小鲁子，你给我站住！老大，怎么办啊？还能怎么办？追呀、啊！铁子，来我家蹭这么多回了，这回该我去你家蹭点饭了吧？写问题的，我买了个多用途锅呀，炖烤焖焗功能多样啊，不粘烤盘一起洗，想吃什么我瞅一眼菜单直接就给你安排了。原来家电还可以这样啊？必须的，这不京东家电五一换新中吗？还能领十亿换新补贴呢，至高优惠20%，直接换新你的生活了。我跟你们讲啊，这个天煞门这次向你刮了半个小时，下雨连一丝血都没有掉呀，真的是太逊了。这天煞门就是逊啊，听你那么说你很有啊。信哥身材不错哦，蛮结实的、啊。杰哥，你干嘛、啊？来，让我看看。不要了，让我看看。不要啊，杰哥，不要了。你话，让我看看。不要。你不是很勇吗？你不是很强吗？你不是瞧不起我天煞门吗？啊！今天就让你看看我们天煞门的厉害。燕飞，镇浪曲。看傲骨龙龙唱你吧，没办法，既然说了不该说的话，话就应该承受。完了，啊，玩呢。
天煞门果然名不虚传呐！旭哥，你这一套下来，小弟我浑身通透啊！你当我还有一套六合游戏尺？现在就打给你！别去，感谢的话别日再说。弟弟，我先走一步。哎，杀！这是天要亡我天煞门呐、啊！神勇，开玩笑，我超勇的好不好？旭哥，别哭了，不行就叫你弟弟出来吧。我弟弟，吸血羊。羊来啦！看到这里，很多小伙伴就会有疑问了。啊，瑶妹单挑花木兰，你怎么敢的啊？别急，往后看。这个花木兰打了我一套，掉了个半血，我被这个花木兰打了一整套，回了个满血。这是什么？这简直就是医学奇迹呀！往后看，我直接开启二技能，紧接着一技能击飞。这个花木兰还是拎着西瓜刀追着我砍。可能这个时候他心中就有疑问了，拜托我再砍你耶，砍了半天不掉血就算了，你那么还长血，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这就过分了，更过分的还在后面呢。我直接一个我直接shit shut down。 你看这是什么？这就是装逼的代价。咱们回到游戏啊，首先吸血羊的铭文啊，咱们带十个红月，十个心眼，十个贪婪，主打法术、吸血跟攻速啊。出装如下，不过切记打打匹配娱乐就好，千万别去排位坑人啊。如果你有幸看到我的视频，但不幸被我的创意吸引，可同时又有那么一丢丢的兴趣，再匹配上那么几个不幸的队友，那么游戏开始了。首先，你玩吸血羊的好处就是，只要你们的输出健在，你就永远不会成为被输出的目标。兄弟们，开始吧！Ally has been slain。其次就是要找一个辅助来辅助你一个瑶。表妹上号给我打把辅助。你玩啥？瑶，滚。好嘞。不对，赶紧上号辅助我打一把。你让我用辅助去辅助你一个瑶，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。就这一次啊，我可不是为了200块钱才辅助你的啊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你纯粹是为了我们深厚的兄妹友谊对吧？啊，没毛病，表哥他们过来了。没事，只要下路有两个人在，就没有人会去打一个瑶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，这三个憨憨对着梦琪一顿胖揍，而我在这里疯狂输出。等到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我已经被我按到草丛里了。Really nigga？ 如果恰好你在塔下的时候，对面恰好有只关羽，他朝你脸上踢了那么一脚，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启二技能，出门回家了。Killing spree。如果你恰好骑在梦琪身上，而对面恰好又有一只关羽，他又朝你脸上踢了那么一脚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再次开启二技能，再次送他回家喽。We have slain an enemy。如果你的瑶妹恰好没有被对面锤爆，而对面雪姿又恰好有那么一只不怎么会玩的干将，那么你就可以摇一个跳。你为什么黏着我呀？嘿嘿，吃完了我分不到。当高司令特殊艾琳之后，大家好，我叫艾琳，今天刚重组完上线，正在操作我的这位召唤师，好像姓高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自从被他接手的那一刻开始，我的目光好像就没有离开过防御塔一秒。救！这里面谁叫高磊？我是给你脸的。救！不行，我没兵线了，大师快走啊！就这么一身血拆不掉，好那么烦呐！大师你干嘛呀？就剩160的血量了，我还能为你扛一下伤害，你快去，不要辜负了拆迁大队对你的希望啊！不要辜负了太阳大队对你的希望啊！希望啊！从大师倒地的那一刹那，我仿佛明白了太阳，我的视野从未如此清晰过，我好像知道了自己重组的意义，那就是菜。What the fuck is that？ 艾琳，你要不要回去问问设计师，重组的时候是不是没给你做脑子呀？你不怕我拆你？拆我？你倒是起来拆我！真起来了！你说啥？不是你一个人，你不怕我在下路？哭哭哭哭，一天就知道哭，哭能解决事啊？哭就能不拆你啊？就你行，就知道搁这说风凉话，那有啥招？那人家也不拆我，让他来，你看我。我现在给你哭一个，还顶事吧？那个出去，我那防御塔家族怎么能有你俩这怂货？就是丢人！呸！
到上下就这么搞，没赢过，是不是没赢过？赢过，别他妈吹牛逼了，我看你就是没赢过。大哥，好厉害！